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台北长，算是长大的小孩，所以我觉得在台北这样的一个文化是比较少，而且是开成一个课程这样。然后我刚才有听到，就好像是谁有问说，汉语吗？是吗？你叫什么？汉语。就是你刚才是有提到说什么孩子从过去跟现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有在想说，未来如果孩子从的那个形象可能变成更现代化，有没有机会？就是这样，徐大哥会生气吗？会吗？就可能像有什么很 LED 灯啊，然后什么很什么很科技的东西在上面啊。因为孩子老了，现在他们在讲的是，因为他是童真，所以基本上哈、我们不限定，就是让小朋友去发挥创意。有时候我觉得说，有的时候这个龙做得很漂亮，这个龙做得不漂亮，我觉得有时候不漂亮才是美，因为它充分显现出小朋友的创意。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太完美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每个小朋友让他在发挥创意。所以我基本上，但是我们的孩子有一点环保，像头城国中，他因为他孩子龙以前是用本机、扫把、菜篓去做，都是天然的环境及废弃物去做的。所以头城国中他在做孩子龙的时候，几乎都全部用废弃物来做。所以除了他的精神就是童真，还有废物在利用。基本上我们对孩子们我们是没有抱着说应该怎么做比较好，让小朋友去发挥创意，这样子达到那个童真那种原本的精神。谢谢，因为毕竟现在每一个世代看的东西，然后跟学的东西跟接触的都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徐大哥当时那个印象的童年的样子是这样，可是每一个世代的童年的样子是不一样，所以也许我觉得是不同世代会创造出不同的龙的样子。那在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学校有老师在想啊，说不定他下次就会带着同学做用那个光电或是 LED 的这种素材，也曾经有老师想过了，不过都还在构思当中，就不知道对会发展成怎样。因为毕竟如果到国中生，他们的素材只是很纯粹的，不能说很纯粹，就只是那么单一化，其实对他们来说创造力反而是受限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曾经想过说，这一只2016年就产生的这一只龙，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对，或是改造，或是我们新创一只龙。对，我们也曾经想过，但这都要花时间。所以2016年那只龙，它现在就是都还是长这样。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门口那一只，再多加什么彩绘吗？里面的骨架有整理过，彩绘你们是不是有重新画过？我记得中间才会有重新涂过，但不是他们这一届。对，因为有些颜色会退掉。所以不是每一届参加都可以在上面画。也没有说所谓的可不可，其实我也曾经邀过他们这一届说，这次寒假我们来重新那个整编一下。可因为他们真的太忙了，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对，那所以大家有没有参与到重新制作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每一届都会。对，但是舞龙的，就是每次只要有出去的话，我们大概都会再整修一下。那整修的幅度大或小，其实不一定。OK， 对。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对于参加孩子龙有什么样的心得？就是你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还是会觉得这有点太花我的时间了？或者是有人会觉得我因为参加这个孩子龙的团队，然后认识了很多我觉得很开就是跟我很相近的朋友们等等，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你先，龙珠。就是我觉得在表演的时候，当下台下会有时候会做的一些比较陌生人也有，有时候会看到镇长或者是一些公司的东西，有时候表演就是这样，你不会立刻知道台下观众是谁，那
但是看到了也会觉得哇，好新奇，他怎么会来看我的表演节目？那像上次在之前，我其实会，我蛮喜欢的，就是聊天这样。那之前其实就有跟特摩特的小朋友聊天这样，就是好奇那小朋友他们现在到底在干嘛之类的。反正其实聊一下也蛮开心，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要等待，然后就觉得都到那边就不要一直发生。去跟小朋友聊天，那其实他们也就是更就是童真，然后一些他们现在学校做的事情，就让我想到哇，我以前幼儿园的时候也在做什么事情，就觉得有交流，然后也有这样的乐趣，很开心。对，也算是带给你们成就感吧。对。谢谢你，谢谢。好，你们大家都有笑吗？好，男生有没有谁有？这一题有没有男生有想法？好，执行长陈。我的心得是，这个就有，因为我以前没有认识，然后也是借由上次去舞龙舞一次之后，发现蛮有趣，然后或者是就是感觉为学校做这件事情蛮高兴的，然后我觉得这不是好东西，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好，谢谢你，谢谢，回答得很好，谢谢。那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感受？对，感受。的龙头跟龙尾，龙头看起来很哀怨的表情。好啊好啊，谢谢。就是，对，我刚刚你讲，我也是三年级，然后就是以前小时候舞的时候是那种心情跟就是单纯的喜，就是觉得特别，然后后来渐渐长大之后呢，就是到国中的时候，就这样对。事件比较多，所以也就断了一层，断了2-3年吧。然后后来到现在，就是因为有老师特别来邀我，然后我才就是会来舞龙。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以还是会有那种就是在舞的时候呢，会就感觉就是真的有办法上台，会有一种成就感。可是相对我觉得说，其实这种事情越小做越好。真的、哦。就是那时候会比较单纯。啊，谢谢谢谢你，谢谢。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刚刚珊珊姐姐其实有问到你们说，你们以前在你们的出生地或是非投审地区，你们对于那个当地的文化，其实刚听起来都没有很熟悉嘛。那藉由孩子龙，你们对于头城在地有没有一些更深的认识，或者是你们去思考一下对头城有没有更深层的连结？我还蛮想要知道的，因为我很好奇，他们是你们都是全家搬来宜兰吗？对，都是哦。所以你们就是放学的时候，其实也是都是在这边附近，没错。有些其实已经爸爸妈妈已经在这边置产。哦，应该是几乎啦，对。所以我只是在想，会不会孩子龙这个活动反而让你们多一点对头城在地的连结，有吗？或者更多的认识？台语变好了。有要说一下吗？那我讲一下。好，好啊，好 ，OK。我觉得比较不是活动当下，比较像今天学到，就是听到徐大哥就讲解到，可能以前头城就有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由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跟头城的连结是这些。嗯。对，所以就是算是有认识到，当时50-60年前的头城。这也是我的贪心。就是我觉得活动不应该只是活动，而是应该有一些
扩展的东西。因为如果只是参加活动，你可能只是你表现的那些技能嘛，但每一项活动后面一定都会有一些内涵。对，那我也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缘嘛，就是一次又一次，我们借由表演活动，然后我们又有一个更深入的对话。对，好，还有吗？周敏是你有没有收获到什么？我上次听到你们，我们这边有两位同学有参与那个国际，就是跟外国友人进行大学办活动。那他们上次，对，他们两位，对，他们在活动当中有介绍过，对不对？有吗？我怎么记得？有，对对。然后为什么你们会介绍？对，就是因为当时快接近表演的时候，看吗？那段时间就在台北，然后就刚好跟国外的一些学伴分享，也是因为觉得这个是值得介绍给他们的一个活动，是让他们听听看一些比较特别。然后因为我刚才好像听到说，其实除了你们学校之外，有其他学校也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了。可是有这种专属教室，孩子的故事教室是不是只有你们有？是，应该是说这是一个点嘛。那当初喜南大哥他们希望借我们这个点能够有一些扩散。对对对，我们有点像卫星，就是能够做一些扩大。这个孩子龙活动的扩大，那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暑假其实有办孩子龙的夏令营活动，就是邀约在地的。其实那一次十位学童，除了头城在地之外，也有一些来自东山的小朋友来参与这个活动。对，就是东山和。对对对对，就宜兰，宜兰。对对，就我在猜，可能借由这个教室，我们只是一个支点教室，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是可以看看怎么样延伸或把这个文化推广出去。对对对。那你们有没有可能是去可能北部学校交流或什么？目前还没有这个构想哦，目前只是希望说我们在地的部分先经营。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台北出生的小孩，所以也许未来他们可能高中或者是大学之后，有可能都会可能会回北部或什么的，所以之后也许他可以跟其他人、其他同学们说他以前在聊一聊这里，对对对对对，聊一聊在这边念书的经验，然后这也算是你们一个特色吧？就你们以后应该会记得这件事情吧？还是说你们毕业之后就会想哦就忘记了这样？应该不会吧？因为这蛮特别，就是像这样，徐大哥他民国1953年开始玩龙，玩舞龙，他现在啊，我想起来啊，从我们，所以就从开始，然后就是从2015年就好，我们呢回想以前的来办一个孩子龙的故事，就是你们以后也可以像徐大哥这样，哎，我那时候在人文上课啊，我有参加孩子龙的舞龙活。哦，很好玩。那是不是把他们叫？我们都是文化发展协会，也设定在人文国中小这里设一个点，就是孩子龙的教室放在这里，人文国小就是希望把这个点建立，然后就把它扩展开来。哎，这样。好，谢谢。哎，我们有个带动点大师，没想到。对，这边可以是吗？可以啊，可以。就是这个是那个明星，是有观察到有人肚子饿吗？明星咖啡馆的明星咖啡馆，它是因为我在台北，然后我是我们电台中正区那边，然后这有一个那个他们专属的俄罗斯软糖，对对对对，老师知道这一间吗？当然，对对对，这样，对对对。您是台北的正声公司哦？对对对，不是宜兰的，不是，对，就是我们在2015、2016。哎，我们要办孩子龙的时候，我们都有到正声公司去麻烦那个林美华啊，我知道。还有我们还有到景广哦，景广会一家会他们那里，我们也有都做过见到。现在3月1号哈，景广70周年庆，说不定我们会去。哦，去的吗？好，太好了。
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们正声的广播的获得很多的金钟奖，很棒，非常非常棒，希望你这次能够得奖。我拿过一座在前两年我们宜兰台才有得金钟奖，我也马有盖去，你知道是不是？没有，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马盖盖去国父纪念馆领奖。哦，真的吗？哎，真是啊，好好。好，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帮你们猜啦。然后如果大家对我就对我们的那个职业有就是广好奇，对好奇也可以问我。我来解一下。哦，好，不好意思，麻烦老师。不会。同学可以轻松一点，就是姐姐已经所有人对他个人或他工作好奇都可以提问。因为我的节目是跟社区相关的，然后我有在做独立音乐的。所以我会访问一些歌手，然后还有我有主持银发节目，对，就是可能跟健康生活相关的。我是台北的正声广播公司。对，有好奇什么事吗？好奇有访问过知名知名的艺人，知名的歌星。可是我觉得知名的不一定是你们觉得知名啊，美秀集团算吗？美秀赵武仁，然后罗俊硕，然后高尔轩，然后还有谁啊？我看一下，这些徐大哥应该就不太知道是谁。但是我访问过吴敬贤，对，我每一个是，对，不认识。吴敬贤应该就不认识。对，年龄大了，七十几岁。对，他也是在我们这边，李仁彤哈。然后还有谁啊？我看一下哦。邵大伦，短笛你们知道是谁吗？对，短笛。然后，奥羽山、防火匠这些，哦，甘米飞这些，对。你们有在听饶舌吗？没有，是我比较没有吧。比较少。哦，就是我是仿独立音乐为主，对。对啊，就是九一我仿过。对，我跟你们说，九一他们那个春风哦，他们主持人是年轻女生，她比较会回答问题。然后只要是就是年长一点的话，她就会看起来好像一副很想睡觉的样子，然后不怎么讲话。对，珊珊姐姐，你有介绍你的广播节目吗？有，我刚刚大概跟他们简单讲。时段呢？我的独立音乐这是 podcast。然后其他的都是英法的节目是早上5点，所以我跟你说我早上要进公司，然后我下午2点的是那种生活节目，然后礼拜天早上8点是社区节目，这样这很辛苦，一大早又下午又有节目。对，就是我们就主要是这些工作。所以你的工作地点在正声广播电台。对，在台北台。那你们如果有兴趣，如果他们有兴趣行动学习，可以哦，可以啊，我就刚刚跟我，好，然后因为我们正声就是宜兰也有，就刚才姐有说宜兰也有嘛，然后高雄、台中、台东，我都有我们的电台，那我主要是台北的。那个车轩是不是在我们公司？车轩，一来体力勤活，然后他跳出去，好像不是，好像是在。好像不是跳到这么正声的广播。哦，对什么有兴趣？这里有几位对音乐很有兴趣。哦，真的吗？对。然后你是在打鼓对不对？算是。我们学校学生很喜欢玩音乐跟跳舞。哦。然后跳舞的这三位女生，这位同学也有在跳。然后你还有吗？是唱歌。唱歌，好，他也有在跳，李彦宏也有在跳，我没有。你早上我明明就看到你跳，然后主乐团的这次只有你对不对？是啊，好像是只有我。他们会自主乐团，自己在学校主乐团。我们学校有一个课程叫做。社团课程，对，然后他们不同届，几乎每一届都会有社团自主乐团，很棒，很棒，对。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好请一个月薪水一个月薪水一个月薪水真的是会不会太冒昧不会不会好我先怎么都请我先讲一下，因为毕竟大家未来也会就业嘛。就是我们广播电台有分成，如果你今天你是像你们知道像魏如萱娃娃，他有在当广播主持人嘛？那他的话，他可能就是一集是给他多少钱？那他主持完节目的话，他就可以离开，然后可能去表演或回家这样子。那我的话，我是属于就是有签约的，我就是一整天都要在电台当中，那我就是领月薪，然后每一个电台的薪水都不太一样。我的话，我自己应该我们至少都会有3万，至少。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像我刚才说的，我有很多的节目要做，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要帮忙办活动啦，或者是出去采访等等的。对，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算说只有单纯主持节目。那我追问，就是，所以你在大学或以前就学的时候，主修是广播吗？不是，我主修的是国际系。哦，对，国际企业管理学系。然后我是因为对这个科系没有兴趣，所以去参加学校的电台，对，学生电台，就是跟你们自己可以组成，对，这意思很像。我们也是学生自己做的一个电台，然后后来就出来找工作，就来正身。嗯，所以先生，我说你不务正业啊？对对，没错，也没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探索。对，开玩笑，没有没有，我真的以后就用切不务正业来这个。你知道以前我跟我妈妈说我要来当播主持人，她说她是假爸吗？就是他们就怕我吃不饱或什么的。对啊，就你几个兄弟姐妹？一个弟弟。对对对，我有个弟弟，然后我弟弟是在他是汽修科。对，汽车修理很赚哦，很赚，很赚哦。他有什么去？什么？你台北哪里？我住哪里哦？我现在是住士林。住士林。对对，建潭那边。对对。建潭那边。对，士林比较企业呀。啊，可是我娘家是在永和。我娘家也在永和。哦，真的吗？对呀。不是永和。永和林德福。哦，真的哦，对。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一直。我林哥还想说，那我好想要问你一下，你今天来我们学校啊，尤其是刚刚同学们都一直说他们是来自台北，或者是你听到同学们这样在阐述这件事情，我很想听一听你对我们同学们的想法或看法。因为首先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不是连爸爸妈妈是家人一起来，就是因为毕竟这样有点像去外地念书嘛。对，那如果我在你们这年纪然后到外地念书的话，我应该会觉得。首先应该是独立，很容易就很早就可以独立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很好奇你们放学都去哪里玩，因为我不知道同学有哪里可以玩的感觉。要不要推荐一下？没有，都去哪里投影而已啊。那也要问观光客。观光客，你先问的时候来问对吧？你随便抓一个人来猜。你是没有？你的意思是在地人？你们就在地人啊？在地人，就是两个角度，一个是。私房景点自己家。学生，你们下课都去哪里？对啊。第二个是在地人的私房景点，是吗？对，我这样问，应该没错吧？清楚。大修宫。大修宫。因为我们附近有那个山可以爬山。对，就是步道就是小鸟，就200公里。步道，哎，没有1000阶吧？好，还有3400，没有海拔1000阶，海拔100。他们小学一年级就曾经爬上去。对，那还有曾经做那我看一下，去年他们有人去马来西亚行动学习的时候，去那个地方做一些采集，对不对？你们是去那边采集？采集什么？采集什么？可以由你们来讲。哦，真的哦，动物的排遗啊，研究是什么动物这样子？因为我以前是在中永和那边长大，你知道永平国小吗？永平国小，我是永平国小，然后我们旁边就有夜市，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去夜市，就是到下课就夜市玩，然后。